这家年销售额近20亿美金的韩资服装大咖为何对这台自动替代机情有独钟？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揭秘。韩国在全球10个国家有超40个工厂，以在安全美好的环境中为人类生产和供应高品质服装为创始理念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们对于缝纫设备的考量选择自然格外严苛。该集团先前一直使用日本、韩国品牌的缝纫设备，而替代机使用的则是韩国。2019年接触到富山自动替代机，由于不甚了解这款设备的性能和综合表现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拿一台到工厂体验试用。试用过程中，客户被这款设备的高效高品质深深折服，赞叹这款设备做出的口袋更美观，在达到工艺要求的情况下，自动化程度更高，较进口品牌性价比也更高。时至今日，客户使用富山自动替代机10余台，同时自动接橡筋机平缝、包缝、崩缝亦有批量采购使用，而这仅仅是一个缩影。实际上，香港、台湾、韩国前10大制衣集团60%以上已使用富山，越来越多的大咖选用富山，并且在不断增加中。